记者洪文综合报道。 MIKEAPRO 派对实验四结合饶舌扯铃的电音派对，暌违一年半再度回归，新年演出内容集结台湾之光，包括雷德布尔 3SPYLE2016 台湾冠军迪比雷德布LPAO 2016分之2015花式扯铃冠军赵志翰，嘻哈制作人及雷德布尔御用 MC 地普赛，还有世界百大女 DJ 雷里 ，YouTube 点击破一高人气歌手蔡佩轩，新媒体创作人小冰。LIKEAPRO 派对实验四活动海报。非常棒，提供以跨界 BATTLE 为核心、电音为主轴的 LIKEAPRO 派对实验四，由独特融合国乐电音的 DJ 派对方丈迪比领队，联合大学电音社学生用演出主题曲进行前所未有的电音实验，让大家看见各种电音风貌。从场外的主题曲德罗普接力，打到场内巴克二巴克、嘻哈之客僧 TIPSY 发挥最强 MC功力连说带唱，集结地表最夸张创意，带领各种跨界强者踢馆 BATTLE， 降魔至尊赵志翰作为去太阳马戏团前的最后在台演出，向领军台湾最顶尖扯铃人使出逆天神级的世界顶尖极限花式扯铃派对方丈 DIMPEI。图非常棒，提供 DJRAYRAY。图非常棒，提供来踢馆 LIKEAPRO 派对实验四的各界强者都不容小觑。世界百大女 DJ 雷里将首度以大提琴和派对方丈迪比跨界合作古典乐与电音。高人气网络创作歌手蔡佩轩以甜美正能量之名，拥有大批死忠歌迷，作为演出主题曲的唯一女生，首度尝试电音嘻哈元素歌曲，觉得很酷。新媒体创作人小冰是音乐创意鬼才，像使出神乎奇迹的比特博斯和各式音乐才华，对决电音 DJ 和扯铃LIKEAPRO 派对实验四将于5月4日于西门河岸留言举办。